What? Cool，咱们再稍等一会儿啊，What？中。喂喂，有吗？有声音。先进教室的同学可以简单介绍一下自己。我们这里有一个聊天的对话框的功能啊，就介绍自己跟雅思有关的啊。这个比如说什么水平啊，这个下一次什么时候考试啊，等等的啊。还没有，我们稍等一会儿，再等人气积攒积攒。听不到声音。按说你可以调一下你的屏幕左下角吧，但是你我的操控的，哎，来着。其他同学听到声音吗？
大家稍安勿躁，是吧？anyway。有一个同学说听不到，陆子健同学，我们再等2分钟吧，估计也没什么人了。行啊，在这等1分钟啊，大部分人也都是我们同事。哇，不错啊。六哥还露了个脸，可以啊，行吧，今天会有很多这个针对性很强的练习啊，不知道大家愿不愿意做啊，反正你不愿意做，我也会带着你做一下的啊，行吧，那咱们就开始吧啊。每一个雅思老师都会给自己起一个外号，是吧？但是多年来我都没有什么外号，于是乎我给自己起了一个外号，就是这个，是吧？大家，待会儿听完我介绍完，应该就知道为什么我会这样起一个外号了，是吧？我在多伦多呢是全职教 CFA 的，所以呢，如果你但凡，当然可能非常有可能没听过我，对吧？但是如果你有听过我的话，不会知道我是作为一个雅思老师的，是吧？这里呢，所以我就简单说一下我雅思方面的东西吧。国内的各大机构呢，都会给我钱啊，去让我去回忆考试啊。每年呢，我考雅思的场数是20场以上啊，因为国内是不能2场雅思连报的，所以一个月我最多考2场啊。有的时候呢，这个由于时间交错，可能一个月考不到2场，所以一年的话是20场左右。那么呢，从15年的首考到18年，我离开中国大陆，移民到加拿大这边啊。这4年的这个雅思考题就是我回忆的啊。所以呢，你看过什么听力啊、阅读啊这种口语与写作基金啊？你看过那东西都是我写的啊。我在回忆的这个考题的时候呢，因为一个人要回忆这个听力跟阅读一共80道考题是吧？那在考题的同时，考到9分的时候，一共有4次。啊，这是我出了一本书啦，
是在外研社出的啊，外研社呢是我们中国英语出版界的最高殿堂嘛，对吧？哎，这是我的名字啊。当然，我这个刘威已经把我这版权买断了，对吧？所以我推不推他的书，都对我都没什么金钱上的好处啊，所以也不是在这卖书啊。那就，简单介绍一下是吧？这个电影不知道大家是否看过《天才枪手》啊？里面呢有这样两个人，大家记忆力很好。考试的时候呢，把答案记下来。你看这里头都是答案。于是乎呢，他们在澳洲先考了考试，考的是 SAT 是吧？然后把答案记下来，发给自己在这个泰国的同学。然后泰国同学拿这个答案就直接去考试去了，为了作弊嘛，对吧？但是他们的记忆力有限啊，每个人每一次只能记一半的这个题目，所以两个人搭档一下啊。这样的事情呢，在我们中国也是有的。你可以看啊，待会儿再看这个吧。每一个雅思培训机构是吧？每一次考试呢，都会派两个老师，比如说环球雅思，某一次用的是北京学校的麦麦提老师，然后呢，广州学校的什么张什么老师，然后这里是小站，那么某次考试，然后用的是什么李婷老师及蒋艳芳老师啊，所以他们也是。正常的机构都是派两个老师，像这个电影的主人公一样，两个老师去，回忆考题，一个人记听力40道题，另外一个人记阅读的40道题，拼在一起是80道题，啊，当然了，这个我又开始了，鹿哥又露过了脸，是吧？不错啊，怎么样呢？我每次考回忆考题都是我一个人呢，所以我一个人是回忆听力阅读，一共80道题，是吧？一科40道。各大机构呢也都会看我的考题回忆，于是乎呢，我每次做考题回忆呢，微博的阅读量是有20万的一个阅读量，所以呢，业内对我的认可程度，大家可以这个稍微有所了解啊。那为什么说我自称雅思上帝呢？对吧？因为他们实在我的这个同行们，雅思的其他老师们实在是太弱智了，在我看来啊，因为呢，一年有48场考试，是吧？我说我从2015年到2018年，那一共是4年的时间。那每一次考试呢，都至少有3家机构，加上我那个机构呢，就是4家。但是呢，这个就不算我自己了，对吧？再乘以3家机构，啊，再乘以每个机构呢派2位老师去回忆考题。所以呢，这4年下来，我是见证了这三家机构是吧？这个基本就是雅思哥呀、新东方啊。环球雅思啊，小站，当然我也在这其中这几个机构当中任职过，谁给钱多我就去哪里嘛，对吧？哇，为什么会出来一条蓝线？你们谁调了我这边的？哇，什么情况啊？所以呢，你们可以看啊，待会可以看到是吧？他们的考题回忆呢，这个质量是极差极差的啊。所以呢，这4年下来，我一共累积遇到过这么多位弱智同行，就是比如说这些老师是吧？我成为他们是这个弱智同行啊，为什么呢？敢这么底气足的称他们为弱智呢？对吧？我们来举个例子啊，我这里就不给这个去黑框了，是吧？就是让你们知道都是哪些机构啊。左边是我的考题回忆啊，右边是他们的考题回忆啊。这里呢是一个阅读的题目啊，我们来看一下。这当时我还是在这个小站这个机构啊，你可以看这是我的考题回忆啊。那我们来看一下阅读的最后几道题是一个这个判断题，是吧？6道题，这是我的回忆啊，我就把它截屏截到这里了，没问题吧？那信息点的话呢，要我们细算的话，应该是有12个啊，6道题干加上6个答案，对吧？Yes, no, not given，是吧？所以是12个信息点。那么呢，这场考试的环球雅思的弱智同行，对吧？他们两个人在一起拼出了3道题干，没有答案，也就是说他们的信息点是3个啊，我们之间的倍数是这个1:4，没问题吧？那么再看这个别的，你看这应该是这个另外一个机构啊，左边是我做的啊，这里呢还是把这个 Word 文档调出来，这应该是2017年8月26号的一场啊，我们就看这里吧。Section one 啊，Section one 你们知道是最简单的一个 section 了，对吧？那这道题呢，这个是一个求职场景的题目。这个主人公呢问这个求职人员说：“你的这个工作
是我们这公司正在这个招人啊，这个信息你是从什么渠道得知的啊？你是这个 radio 呢，还是 newspaper 啊？然后另外一个人呢，他没有直接回答啊，他说的是我是开车的时候了解到这个信息的。所以你要推断一下，你说我开车的时候是一边听广播比较合适呢，还是开车的时候一边看报纸比较合适呢？是吧？应该是听广播比较合适，对不对？所以我就选了这个广播作为答案啊。那我跟你们说过的其他同行呢，他们选的这个答案做就是 paper 作为答案，newspaper 啊。所以呢，可见一斑了，这都是 section one 对吧？最简单的题目啊。再比如说看这个 section two。左边还是我的回忆啊，右边是别人的回忆，这是另外一个机构的，我有雅思网的，对吧？Anyway，我们可以看，那第十二题，比如说问的是这个企业存在了多长时间啊？答案是6周，是吧？那 B 跟 C 就是错的了。我呢在回忆的时候，这就是一个我的这个长处，对吧？我不是只会一答案，我还要把答案题干，包括答案怎么说的，包括错项怎么说的，都会给大家回忆出来啊。那么 B 呢，它3个月是错的。啊，因为这3个月的时间呢，不是这个公司存在的时间啊，是这公司计划的时间。6个月呢，是它的试运行的期间啊。你可以看另外这两个，另外这机构这两个同事呢，或对，也不是同事，同行嘛啊，回忆的答案是 C，选了一个6个月，那就是这个错项，6个月对吧？并且呢，它的答案是正确答案是没有的啊，它一共是你看正确答案是6周，它是没有的，对不对啊？包括你看第十三题，是吧？当前用户数量是1500，是答案 B 啊。他选了一个 C 2000，2000错在哪呢？2000是以后的目标，不是当前的用户数量，是吧？所以呢，综上你可以看到，就是每次每一个机构呢，都派他们，其实都是派最强的老师去考试的，因为这是脸面嘛，对吧？每一个机构派出老师回忆题目呢，最终都会把这个题目放在公共社交媒体上，大家让这考生去看，对不对？那总之，你派一些比较差的人去考呢，最后回出来的这个考题质量也是比较差的。那同学们一看，你作为机构来讲的话，实际上是很丢脸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啊？所以呢，这是我为什么说每一次啊考试累积了4年下来，基本上可以累积了这几家机构的老师，实际上这么多都是脑子不够用的啊。当然了，这两个人也没什么厉害的，对吧？这两个人你可以看他就是只记答案啊，题干是完全记不住的。对，但如果你自己看过电脑、看过电影的话，他其实考完这个刚做完题，马上就收卷了，就是很短时间内去记这个答案啊，所以呢，也没什么这个是天才可言，是吧？要我说，也就是弱智啊，弱智抢手比较配他们的名字啊。Anyway，那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我这个刚才这样来介绍自己啊。最后一个图呢，你可以稍微了解一下的，这是有一次考试小作文考了一个流程图题目。左边是我来做的回忆，右边是敌校的同行做的回忆，是吧？你可以看几点，是吧？首先呢，这个化工他们就是稍微差一点的，对吧？我呢是有立体的感觉的，有没有发现？3D 效果，对吧？他们都是平面的啊。那比如说你这个平台是吧？你能看出来这种透视的感觉，是吧？近大远小，你最后能收到一个点去，对不对？啊，你看他们呢就是没什么这种感觉。另外呢，比如说，那这两个东西呢，实际上是上下关系的，对吧？它们画成了平行的关系，诸如此类了，等等等等啊。那他们能画出这样的图来，说明什么呢？说明他看着就可能就信息就不准确，对不对？那回出来的东西就更不准确了啊。好，anyway，这个，大概了解了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对吧？这个，下面来看今天讲座的几个东西啊。第一个呢是 A 这类雅思的一个区别，当我们主要讲的是 G 类的，对吧？啊，这个东西其实不会占有很长的时间啊。我们今天的主要内容呢是第二块跟第三块啊，为什么雅思分数提不上去，以及呢怎么样来提高啊？所以我说会有很多的这个针对性的练习啊。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吧，这个两类考试的一个区别啊。我呢，太诡异了，为什么会有别的人画的道子啊？Anyway。从考试内容和这个评分标准来看，主要是这两方面的区别啊。内容上呢，我们的区别呢主要是阅读跟写作这两科啊，听力跟口语考的完全是一样的啊。那么来看一下，那 A 类的阅读的话呢，你是1个小时做3个 passage，都是学术论文，对不对啊？
这一个小时包括了你誊写答题纸的时间啊。那么呢，这类呢，第三篇的文章和 A 类的文章是一样的，都是学术论文。那么前两篇呢是些生活类的文章啊，非常非常脑残的文章，类似于，比如说这个加拿大本地人白人，或者说这个说英语的人，他们这种小学的，可能都用不了小学啊，这种幼儿园的这种画报的水平啊，这是阅读的方面的区别啊。所以呢，从难度上讲的话，我们这类雅思的阅读是比较简单的，或者说，难度呢是 A 类的三分之一吧，因为只有一篇是跟 A 类难度完全一样的。啊，那么再来看写作啊，A 类的这个写作呢，小作文是报告文学啊，比如说考柱状图啊、饼图啊、这个线图啊，包括我刚才给你们展示过这样的这个流程图啊，让你去描述一个东西啊，就这是小作文，对吧？这是 A 类的这个写作小作文啊。那么呢，如果你考这类的话呢，就是写一个东西，就是写信啊，比如说你要去机场送一个人，这人是你的朋友，但是呢。由于这个你的老婆生病了，我没法去这个去送她啊，你给她写封信，这样的一个东西啊。我们简单的来看一下吧，什么叫生活类文章？就是我们这个这类雅思做阅读的这个前两篇文章的一个水平啊。我截取了一个剑八的这类的这个文章的原文啊。你看它的意思啊，标题就是卡丢了怎么办，对吧？然后就开始介绍，如果你发现什么什么卡丢了，对吧？这个尽快给卡公司打电话啊，就这种水平的文章啊。那么这两次呢，这个阅读前两篇都是这样考的，然后出一下题目，比如说题目问说卡丢了怎么办，你应该选尽快打电话，对吧？很脑残，很脑残的题目啊。所以呢，这个从内容上讲啊，A 类的 G 类的雅思阅读还是非常容易的，对不对啊？我们就不再多看了啊。那么呢，这两次的写作呢，小作文就是。给你出一个这个新的这个题目，说你最近买了一个装备是吧？为建立一个这个书房的设备啊，但是呢，不，他是这个不工作对吧？然后呢，你给店打电话，但是也这个没人办这个事儿。然后呢，你要给经理写信了啊，写这几个东西啊，一共也是至少150字。所以呢，这个东西怎么样？相比于我们的报告文学，是吧？比如说，相比于让你们写一个流程图的题目，啊，对照我刚才回忆的这个图，是吧？一共分成4步啊，做纸浆 making pulp 啊，这个过滤 filtering cleaning 清洁和 making paper 造纸啊，这4步。那跟这种题目相比的话，我们的书信的这个考试还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对不对啊？好，那么呢，这个就是第一个啊，我们的这类跟 A 类的雅思的一个区别，就是考试内容的区别啊。那么第二个区别呢，就是评分标准的一个区别。刚才说过了，听力跟口语是完全一样的，考试内容一样，评分标准也一样啊。那么呢，这个区别就是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阅读啊，左边呢是 A 类阅读的评分标准啊，右边呢是 G 类的评分标准，你可以看到。怎么样呢？你如果错2道题或者错3道题，A 类的话都能得到8.5分啊。但是你如果错1道题的话，G 类就已经8.5分了啊。就是容错率，G 类的比 A 类的要低一些。所以呢，你也会看到很多人考 G 类的这个雅思，虽然他也很厉害，那阅读很难考满分，是吧？因为他的这个就1道题都不允许你错啊。好，那么呢，这个其实我们的这个 A、G 类雅思的一个区别。其实仅此而已啊，这个我们就过去了啊。下面呢，主要说一下这个第二块跟第三块啊，这也是怎么说更干货一点的东西，对吧？因为之前这种区别的话，你在谁网上都能够找到一些比较简单的信息啊。那么呢，我这两块呢，就是你为什么会考一个低分和怎么样来提高是揉在一起讲的，是吧？就不再分开再说了啊。先提出问题的原因，然后再直接说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那先说低分的原因的话呢，我呢是从两个方面来说的啊，一个呢就是你的输入项，输入项呢就是你接收信息的两个科目，就是阅读跟听力，对吧？一个往眼睛里面进信息，这是阅读；一个往耳朵里面进信息，这是听力啊。另外呢就是输出项，就是口语写作啊。我们先看这个两个啊。这个输入项，这个听力跟阅读啊，我们先说听力吧，因为听力说完之后，阅读基本上也就涵盖了，是吧？
我经常呢会听这个考生说什么呢？说自己听力差，说什么听力反应慢，什么等等这样的，对吧？但是呢，我都会说他们这是一个伪命题啊，根本就不存在听力差这样一个事实啊。听力差呢怎么样？听力差是你各科都差的一个集中体现，体现在听力差了啊。我们下面一个一个来说啊。第一个什么呢？第一个体现在阅读差。那阅读差的话有这样几个层次啊，比如说第一个，单个单词看见都不认识，那这完全是词汇量的问题，那会自然会导致题目你读不懂了，对不对？那第二个呢，比单词量差稍微好一点点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看见了好像认识，好像又不认识，那就是单个单词看起来并不太熟悉。第三个呢，是每一个单词都认识，但是句子串在一起呢，读不懂它的意思。最后呢，是你阅读速度的问题。它呢，也是你现在阅读的主要一个问题啊，速度上不去啊。那具体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比如说你在做阅读的时候，reading，那它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你根本就读不完，是吧？不知道你是否承认读不完。阅读考试，前两个 passage 是朕自己做的，后一个 passage 就是蒙的了那这样的一个速度呢，还会限制你的听力啊。你阅读考试的时候读不完，听力呢，在做选择题之前读不完题啊。为什么会限定在选择题呢？是吧？非常简单，因为如果是听力填空题的话，一道题就一行信息，你怎么着也读完了，对吧？但是呢，如果是选择题的话呢，单选题，比如说啊，那一道题是一个题干加三个选项，一共四行信息，对吧？那你这个连续出五道题，就是四五二十行信息，这个你在听录音之前是很难读完的，不知道你是否各位是否承认，对吧？阅读速度慢导致你听录音之前都读完题，好，我们再继续说吧，是吧？什么呢？这还是你在听录音之前阅读速度慢导致你这个做不好听力的一个原因。但是呢，不要以为这就完了，是吧？你呢，在听录音当中录音中，如果你阅读慢，也是做不好题的。为什么呢？比如说，我阅读9分，是吧？那呢，我扫一个选项呢，可能用2秒钟就扫完一个选项了那么我把三个选项都扫完，一共用了6秒钟。那用了六秒钟，下一道题我就耽误了6秒钟。没问题吧？但是呢，下一道题我耽误6秒钟，不会漏掉下一道题的答案的这不我因为我阅读快，我阅读9分，对吧？你呢，如果阅读慢的话，比如说你6分或者7分，是吧？那么呢，你扫一个选项要10秒钟，一个选项10秒钟，三个选项30秒钟。当你把三个选项读完之后，这道题虽然可能也能做对，对吧？但是呢，第二道题会漏掉但是呢，等着录音结束之后呢，你再听一下你刚才漏掉的题，你会发现你根本不会错这至于为什么会漏呢？因为上一道题读选项读太久了，是吧？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做题的时候碰到过这样的情况这个基本上都会有，是吧？所以说，你说你觉得这是听力差吗？其实不是，对吧？只要是每一道题单独放，你能够听懂的话，那不是听力差就是你想一边听原文一边看选项结果呢，听得原文就看不了选项，一看原文一看选项呢，就漏听下文。对不对？所以呢，不要这个赖听力了，对吧？其实你阅读不行说完阅读呢，我们再来看这个口语，对吧？两个东西，第一个呢就是发音错单个单词呢，你看能认识，听的时候呢，不太知道这个单词是什么这就说明你心目当中存储的发音跟正确发音有偏差，所以听不出来。比如说呢。我呢，工作周围的很多同事呢，他说这个词就不太对说，哎，这是我朋友，能不能给一个折扣，是吧？要折扣的话，如果折扣做名词讲的话，怎么用？怎么发音？应该读作 discount，对吧？当然，我听过很多同事读的话都是 discount，这就是错的发音，对吧？那如果你单个单词每一个音节呢都有点偏差的话，这种单词累积多了。那每一个单词，你的反应速度都会差一些，对不对？第二个呢，就是语速慢什么叫语速慢呢？就是
一篇文章啊，这个听力还是听力哈，就是听一遍听得不太行，听两遍都能听懂啊。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人家一秒钟，比如说念三个词，你的语速呢，你自己口语的语速呢，只能一秒钟念一个半词。那人家一秒钟三个词说出来，你自然只能听清楚前一个半，对吧？后一个半就漏听了，对不对？所以这跟这个什么，这个听力反应慢，对吧？很多很多同学说自己听力反应慢，这是一个伪命题，对吧？这就是错的，是吧？没有反应慢啊，都是什么？都是你语速慢。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这是一个数字题，对吧？很多同学这个数字题如果错的话，也是自己语速太慢啊。这个呢，应该是我们剑七的 test one section one 的第十题的一个答案，数字题。啊，我念一遍，你看能否能跟上，是吧？3303845024，2045567373，6837。啊，什么呢？这个3303845024526837377，对不对？啊，你如果自己念都不够快的话，你自己这个听的时候根本听不过来啊。所以呢，怎么样，也跟听力其实没啥关系啊，就是属于自己嘴笨啊，毫不这个夸张的说，就是嘴笨啊。嗯，那再往后呢，我们来说这个拼写问题，是吧？一个是拼不对，一个是拼不快，所以呢，待会我们会有一个这个单词跟词组的拼写练习啊，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参与一下，对吧？啊，那再往后我们来看就是智商这个问题啊，当然也不要苦恼啊，这几个方面你还是能够提高的，是吧？比如说注意力，听两道题能听对，听5道题后3道题就走神了，对吧？第二个呢，记忆力。答案那一瞬间听懂了，再回想忘却了，啊，三个呢分神力啊，注意啊，这里我说的分神力是个好事啊，什么意思呢？我指的是你能够在做选择题的时候，一边听录音一边看选项，怎么样？能做得到吗？做不到，对吧？那我们退而求其次，你如果不能一边听录音一边看选项，至少呢，希望你能够一边听一边记一下笔记。这其实也是分神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在记笔记同时还没有漏听原文正在说什么，对吧？也算是分神了。但总之我这个分神的意思是一心二用，这个能力，它是一种能力，懂吧？你不要说，哎，老师，其实我经常分神啊，但是你的分神不是分神，是走神啊，咱们说的不是一个东西啊。好，那这个东西呢也不用恐慌，待会儿呢我会提出一些方法来帮助大家来提高这些东西。最后呢，最后啊，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两遍的恶习啊，这是绝大多数，我可以说是99%的中国考生都忽略的一个问题啊，所以我要把这个屏幕清空一下，大家稍安勿躁啊。哦，这有橡皮，酷，我就把这块涂一下啊，哎，行吧，就这样吧，反正有点慢啊，怎么样呢？这两遍的恶习呢？你首先是在阅读里面养成的啊，什么意思呢？一句话无论它的长短，无论它的难度，都要怎么样呢？都要先朗诵一遍发音啊，觉得自己是著名英文朗诵家是吧？巴拉巴拉巴拉，不读一遍，从头到尾读完一遍之后，第二遍再去想它什么意思，是吧？这就是典型的这个两遍啊，那怎么样呢？非常简单，那一句话你读两遍，100句话你读了200遍，你自然阅读很慢了，对不对？然后呢，你没有把这个习惯呢完完全全的平移到了听力里面，什么呢？非常悲催的是吧？一句听力啊，无论它的长短，无论它的难易程度，你呢听完之后，第一反应不是反应他想他什么意思。你第一反应是把它每一个单词的发音先重复一遍，是吧？重复完发音之后呢，你再第二遍再讲这句话什么意思。好了，这个问题就大了，对吧？为什么呢？因为雅思听力是没有暂停的，对不对？你在重复人家说话的同时，人家已经放下一句话了，那你自然就漏听了，承认吗？当然了，你听力的话，这两遍恶习其实更难搞，为什么呢？因为你能够把每一个单词的发音重复出来，是不是有一个前提啊？什么前提？就是你把这句话每一个词都记住了，
是吗？但是你又记不太住，刚才说过记忆力也有问题。所以呢，你在重复你听完这一遍的句子的每一个单词的时候呢，你先花了很多很多时间在想每一个单词是什么，想明白了重复出来再想意思。好，你在后面已经不止漏听一句话了，可能漏听5句话、6句话了，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一页我觉得还是这个知识点挺多的一页，对吧？然后给大家详细这个剖析了一下自己的听力跟阅读为什么差，对吧？你这听力跟阅读差是各科都差。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来说一下这个怎么样来提高啊？我们有几个分阶段的一个练习啊。那么呢，这里呢，大家拿好纸笔，我呢听写三个单词加上三个词组，不要在平台对话框里面写哈，你就自己拿张纸在旁边写好吗？那你如果准备好的话，就打个一啊。我呢来给大家听写，听力里面的三个单词和词组啊。不错，是吧？这个，好，anyway，那我们来听一下吧，好，第一个。Helicopter，第二个，laboratory，第三个，cassette，第四个，egg carton，第五个啊，就是第四个是词组啊，第五个、第六个也是词组啊，第五个，book allowance。第六个，peak season，好了吗？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词，helicopter 是吧？第二个词，laboratory，第三个词，cassette。不知道东西写对了没有啊？词组呢？第一个 egg carton，第二个呢 book allowance，最后一个呢 peak season 啊。好，写对了吗？直升机实验室磁带，对吧？这个 egg carton，carton 是硬纸壳的意思，egg carton 就是你们到商店里面买的那个鸡蛋的那个壳，这个意思啊。Book allowance 购书津贴，还有 peak season 这个旺季啊。好，那你可以看到呢，这个单词后面呢都有一个数字，对吧？852，它什么意思呢？当年我还教雅思的时候呢，总结了这样一个东西啊，就是这个名词词频表是吧？你会看到每一个单词后面有两个数字是吧？一个呢是这个，另外一个是这个是吧？什么意思呢？第一个数字呢代表这个单词这个名词对吧？它从有雅思基金开始到2018年全年结束，这个单词比如说 water 这个词是吧？它在这15年的考试当中一共考过多少次答案词啊？这个意思。那么第二个数字呢，指的是他在剑桥雅思真题这个3到12这10本书里面一共出现过多少次那作为雅思，比如说听力这个备考听力的这个考生来说的话呢，怎么样呢？自然第一个数字更重要一些，对不对？好啊，所以呢，我刚才给你写过三个数，对吧？这个852，对不对？在我的这个 text 里面，852，对吧？
啊，他的意思就是 helicopter 八次作为答案，laboratory 五次，cassette 两次，这个意思啊。另外呢，就是词组是吧？我刚才给你们听的这个啊，这也是当年我做过一份资料是吧？就是考过的词组啊，比如说 fishing boat 是2016年10月22号考的，back injury 2016年10月29号考的，是吧？我们学习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怎么样？雅思每次考试四个 section 啊，比如说听力的话，其中两个 section 都考的是旧题。那如果考旧题的话呢，答案都会在这些词组、那这些单词里面进行去考察啊。好，这是刚才第一个小的这个练习是吧？不知道大家自测的情况怎么样啊？那我们来看啊，这个单词怎么样？单词关还是非常非常容易的，对吧？啊，下面我们看比单词关稍微难那么一点点的这个练习啊。叫做点听啊，它怎么样来练呢？它是来提高我们听力的填空题能力的啊。具体做法呢，就是一边听，一边写出你听到的数字、形容词、名词啊。为什么只写数字、形容词、名词呢？因为我们雅思听力填空题就只考数字、形容词、名词这三种词啊。这是我做的总结，比如说，键十二，对吧？键十二呢，它一共。这个单词一共考过89个啊，其中呢11个是形容词，那你两者减一减，剩78个，78个都是名词，啊，动词没有考过啊。好，那点听方法呢，怎么来练呢？它就是练你对这个答案词，对吧？因为填空题就是数字、形容词、名词，练习你对这三种词性的一个反应跟拼写的速度啊。我来放一段录音，你来看一下，你们能不能听到啊？My name's Dan Pearman, and I'd like to talk about the work of Pedal Power, a small charity based mainly in the UK. 听到吗？应该可以吧，是吧？那怎么来练呢？我们就来一起来练一下，是吧？这个你一边听，把你一边听到的数字、形容词、名词写出来。我呢就稍微方便一下，我把它这个手打出来啊。咱们练习个1分钟，你大概了解一下意思就可以了啊。I'll be giving our contact details at the end. 哦，忘说了啊，数字、形容词、名词，对吧？这是点听的练习方法，是吧？我们来看一下啊。And if anyone would like to find out more about how to support us. But first, how the charity began. I got the idea of exporting bicycles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while I was in Ecuador. I went there in 1993, just after graduating from university. After 3 years of studying, I wanted adventure. I love traveling, so I decided to join a voluntary organization and was sent to Ecuador to carry out land surveys. The project came to an end after 5 years, and when I returned to the UK in 1998, I started planning Pedal Power. Where I lived in Ecuador was a very rural area. My neighbor had the only bicycle in the village, whereas everyone else walked everywhere. 好，那这个呢就是一个点听的练习，是吧？还有的时候 organization，有的时候呢这个手残稍有可能稍漏打了一两个字母，是吧？这个呢方法呢就是在你能够练习好单个单词的基础上，哎，提升你一下你对这个单词的这个答案词，是吧？名词、形容词、数字的一个反应速度跟拼写速度。好，那你如果过了这一关，是吧？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练习方法，就是什么呢？就是 shadow 跟读啊，我们称之为影子跟读啊。要求呢，你能够比原文至少慢4个单词进行跟读啊。注意啊，这是跟读，你不要看原文啊。看原文的话，你在一边放着录音，就是变成了配乐式朗诵了，对不对啊？每一个单词你都自己想清楚、听清楚到底说的是哪个词，然后你再把它口述出来啊，这样一个意思。什么原理呢？原文它播出了这样几个单词 A 到 H，对吧？你呢不要马上跟，比人家至少慢4个单词，所以人家说 E 的时候你说的是 A，人家说 F 的时候你说的是 B，人家说 G 的时候你说的 C，然后以此类推，是吧？那么呢怎么样？原文说 E 的时候，你耳朵里面听到的是 E 这个词，但是你要跟读，你呢嘴里面说的是 A 这个词，发现了吗？同一时间你的大脑呢，一个要听 E，一个要说 A，干的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所以呢，我们这个 shadow 跟读可以这个训练你的分神能力，就是一心二用的能力。有听到吗？
当然你要说清每一个词了，所以它还可以提高你的口语的语速。你如果能跟上原文的语速，把每个词说出来，你以后根本就不会觉得自己的听力反应慢了，对吧？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就是理解了，因为我说你不要对着原文来跟读，对吧？不要看原文，所以呢，你能够把这个单词说出来，说明你先把这个单词听出来了，懂我意思了吧？那我呢，现在我就演示一下了，是吧？因为你们也，男女。就演示一下这个 shadow 跟读怎么来做啊？开始啊。My neighbor's business was My neighbor's unusually business successful, was unusually and for years successful. I couldn't understand And for why. years, I couldn't understand Then I why. realized having a Then I bike realized meant he having a could get bike where he wanted to go meant he could without get much trouble. where he could get where he wanted to Other go without local too much carpenters trouble. could only accept Other jobs local in a carpenters could only 3 kilometer accept radius, jobs in a so no matter how three-kilometer skilled they radius. were, So no they matter could how never do as skilled they many were, jobs as my they could never neighbor. do as many jobs as my neighbor. At pedal power, I pedal power 这样来做。说清了吗？这个呢是真正提高你听力实力的一个方法因为如果有朝一日雅思听力不考填空题了，刚才说过的这个点听的练习方法实际上是没什么用的好，下面呢我们再往后，这个呢提高你阅读的速度是吧？我们来看这样一句话，怎么样去理解呢？所谓的顺序翻译，怎么样做呢？就是你按照你接收英文的顺序来理解英文不要调整顺序。比如说，我们来一遍啊，到这里我们就先理解一遍，叫做随后的愤怒。并不是关于薪水。在绝对程度上的不同，而是有很大的不同，存在于男人跟女人之间。看好了吗？我呢做到了几点。第一个呢，我没有朗诵这句话的英文发音。然后刚才我说过了，很多同学都是两遍去理解，先读一遍它的英文发音。The ensuing furor was 开始读的，man and women 这样读一遍，读完一遍之后再去讲意思，对吧？第二个呢，我没有调整这句话的顺序。我先看的哪些单词，先听了哪些单词，我就先把它理解出来了，对不对？先是这个，随后的愤怒，并不是薪水在绝对程度上的不同，而是仍有不同，存在于男人女人之间。什么意思呢？就是男女同工不同酬这样一个意思，是吧？好，那这里呢，给大家做一个这个顺序翻译的这个小的技巧。是吧？授予你们一个小的技巧这句话呢是你们在做雅思的这个考试的时候会在 instruction 里面听到的一句话，这是考试的制度，对吧？你看这句话怎么样去理解？比如说你可以这样理解，是吧？考生呢被建议在考前上厕所，对不对？你调整一下 before the test 和 use the toilet 这两个成分的一个这个顺序，对不对？这就不叫顺序翻译了，这叫调整之后的翻译，或者叫这个逆序翻译。如果你进行调整的话呢，怎么样？如果你在做阅读，你会漏，就是后面一句话会读得很慢。那如果你在听力的时候呢，调整顺序去理解，会导致什么呢？会导致你漏听下一句话。那什么叫顺序翻译呢？非常简单啊，顺序翻译呢就是。我们每看到、每听到一部分信息，都马上把它理解出来，不要调整顺序，这样的话，阅读我会读得很快，听力的话呢，我不会漏听下文，这个意思。好，比如说这句话，如果我做顺序翻译的话，我就会翻译成考生被建议上厕所。你说，哎，这 before the test 怎么翻呢？这里呢，告诉你们一个这个顺序翻译的小的技巧，就是什么呢？就是把 before 按照它相反的含义来翻译成然后。你看是不是很顺？是吧？然后考试期间不能上厕所。你看这一共六个成分，我们就把它顺着翻译出来了。说清了吗？这样的好处是呢，是什么呢？就是，哎，你阅读的时候可以读得很快，听的时候呢不会漏听下文。
当然了，这个顺序翻译的技巧有很多啊，咱们今天时间有限，我也不可能全都告诉你，对吧？啊，给你一个指一个方向，你可以大概自己去这个参演一下就可以了啊。好，那如果你能够把我刚才说过的这几个东西，对吧？第一个呢，单词；第二个呢，点听；第三个呢，筛子跟读；那最后一个呢，顺序翻译。如果你们能够把这四个东西都练好的话，听力跟阅读你们都至少能跟我一样考9分，是吧？完全没有问题，双9分，对吧？啊，当然了，你们只需要考两个双9分就可以了，对吧？啊，你可能都不用9，对吧？现在移民是8777，听力8，阅读7就行，对不对？这个只要你练好了就是小 case。啊，好，那下面呢，我们来这个啊，这条画一条分界线啊。之前呢说过的是。听力跟阅读怎么来提高？下面呢来说口语写作怎么来提高？你们口语写作低，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中文是文思如尿崩，想说的特别多，但是呢，英文根本就不知道怎么说。这 constipation 什么意思呢？就是便秘的意思。stip 是僵硬的意思。你想想，某个东西在你肠子里面都硬了，很难排出来，对吧？你们懂什么意思？就是便秘的意思，对不对？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你们积累的不够多。中文想说的一大堆，每一个中文对应的英文都不太清楚，所以呢，这个很难表达出来，对吧？cool。另外呢，教给大家的方法就是什么呢？就是多进行句子改写的练习。句子改写练习呢，先能够提高你的多样性，就是 diversity， 是吧？多样性提升之后呢，你的 fluency 流利度也会提高。所以呢，给大家做一个句子练习。我们的目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脑海当中没有一句想用中文表达的句子，你通过句子的练习的改写呢，我们能够用至少四个英文版本的内容给它输出啊，这个就是句子练习啊，句子改写的练习啊。当然了，我这里的一个句子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政府应该大力改善民生。如果我想用英文来表达这句中文。我怎么样能够写出四个不同的版本呢？对不对？这里呢给你们一个思路，是吧？首先呢，你是改写这句中文的这个话的一个句式啊。我们的一个开启的思路是什么呢？就是在这句中文当中去寻找名词。那你每找到一个名词，都可以把这个名词作为主语来开启一句话。虽然你看政府是一个名词，努力 effort 是一个名词，民生 living standard 是一个名词，一想到这三个名词，你就至少可以写出三句话了。第一句话怎么样？你是以政府来开头的，对不对？第二句话你是以努力 effort 来开头的，那么第三句呢？你是以什么呢？比如说你是以 standard of living 或者 livelihood 民生来开头的，对不对？所以你看这第一个维度，找名词拿名词做主语来写的话。这样一句中文，你至少能有三个英文版本去写，没问题吧？好，那比如说，这里呢，我就看大家参与感也不强，对吧？我就直接把答案写出来了，是吧？Anyway，政府呢，我们可以说 the government should make effort， 怎么怎么样，对不对？这里是大力的意思。努力呢，你可以把 effort 作为主语 ，should be made by the government， 因为这个是政府做出的努力，去干什么？去 to improve， 对不对？最后呢，用民生作为主语 ，people's standard of living， 应该被提高，应该被谁提高 ？By the government， 应该被政府提高，对不对？所以呢，你有了这样一句中文，有了这样的改写的方式，你自然就有至少目前是三个版本去改写这个句子了，对不对？好，第二个方法呢是什么呢？是分析一下中文的语法，是吧？那我们来看这句话，这句中文当中啊，谁是目的，谁是手段呢？你应该能够看出来，对吧？这个改善民生是目的，大力是什么？是手段，对不对？那刚才我们写的那句话是什么呢？我们刚写的那句话是 "The government should make great effort to"。improve the people's livelihood， 对不对？那我们是先出的
手段大力再去除的目的，对不对？那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先出目的，再出手段，对不对？那刚才我们已经是三个版本了，加上这一个是怎么样？又出了一个版本。所以句式上来说的话，我们已经有四个版本来写这个句子了，对不对？啊，好，那简单给大家算一下，那啊，当然这里还有词语的改写了，对吧？第一个是我们的句式改写，第二个呢是词语的改写，那我们来看一下，句式有四种句式。那政府呢？你可以有几个词来替换呢？比如说，可以有 government， 可以有 authority。政府有两个版本，对不对？改善你可以用 improve， 可以用 enhance， 还有更多的 ameliorate 等等，对不对？我说 lift， 对吧？都可以。名称的话呢，我刚才已经至少说过两个了，对吧？一个是 livelihood， 一个是 standard of living。我们再乘以二，对不对？那尽力的话呢，你至少有很多很多的版本。当然你心里面别说什么 do best， 什么 spare no effort 这种这个三分短语了，对吧？这呢送你们两个啊，这应该是你们一生当中还没有见过的可以表示尽力努力的、啊、第一个呢，这个来自于当时美国的西部淘金热，叫 Lee， 哈哈，死机了。那 anyway 怎么样呢？哎，又出来了， cool， leave no stone unturned。我们呢是在石头底下翻金子，是吧？那如果没有一块石头是没有翻开过的，就说明什么？就说明每一个石头都翻开过了，那说明很尽力啊。Leave no stone unturned to do something。第二个呢，第二个就是 move heaven and earth to do something。那移天动地去干什么？也表示尽力，对吧？所以你以后别再说什么，别再写什么。Do best， 这个包括你们想说 endeavor 啊，什么这个 strive to 啊，对吧？这样根本上不得厅堂的东西去表达了，对吧？ Anyway， 我们可以看一下句式，你有四个版本，政府你有两个版本来说，改善你有两个版本，民生你有两个版本，尽力你有两个版本。那这样的话，一个句子你可以写出多少个不同的版本的组合呢？对不对？24:8，28:16，32，然后乘以20，64个版本，对不对？啊。所以呢，以后你们练习口语和写作的时候，对吧？你没有一句话想说想写，你都按照这个方法，不说写64个版本了，你写出4个版本行不行啊？当然可以了，对吧？你写出4个版本，你的多样性就上去了。长期以往的坚持下去，你会练成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你脑海当中没有一句中文想说的，你都会砰砰砰砰，是吧？脑海当中反映出四个版本来说这一句话。那请问，当你的多样性上去之后，你是不是流利度也可以上去啊？啊，如果你流利度上去了，你就以后再也不会出现便秘的情况了，对不对？中文想说的很多，英文一句话都不会说啊。你如果练成了这个方法，你是根本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的，没问题吧？嗯。好了啊，你看我时间掐的还挺好，对不对？那、啊、这么一点时间啊，听力阅读怎么提高？我说了啊，单词点听、删的跟读和顺序翻译啊。那口语跟写作怎么提高？说讲了一个方法叫句子改写，对吧？嗯，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的啊？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啊，问题大家先给你们点时间吧。好，貌似是没有的，对吧？行，那我们就今天就到这里。